来大湖要干嘛呢？当然就是采草莓，吃草莓啦。他们曾经量过，可以到达17。真的很甜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季节限定版的，这个是130克。好幸福哦！平常我们去的楼中楼就算是饭店，都还是要弯腰。 我这边站直了之后呢，还离很远呢。每周日晚间6点，地球的庆典就在爱尔达综合台。